虽然不是少女，但偶尔也有一颗少女心啊。这样子撩人家的少女心，到底要人家怎么想？是他喜欢我，不是我喜欢他。他喜欢我，我才亲他的。一、二、三。看镜头，笑一个。哦，我想你可能下来运动了，所以我就下来找你。第一次看你出来运动。怎么了吗？你不觉得情侣一起运动是很甜蜜的吗？好啊，那一起跑咯。没事吧？小恩，你，我为什么是你在这？终于成真了。来喽！啊，不行，看起来就假不到。行。No？ 不公平。哪里不公平了？这就是身为男朋友的责任，女朋友呢？被机器给欺负了，男朋友就要帮他报仇。差一点就失去你了。
之后你变了，或者是我啊，又或者是可能我们两个之后都不爱了。不会的，我会一直喜欢你。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你都不应该放开我的手。那你还有梦到什么吗？我梦到早餐，我要吃早餐，像你以前做的那样。一起吗？我也想一起吃，可是我今天有个会议，我得要提早去公司。没关系，喏，一样的早餐，带去公司吧。怎么样？这个呢，就是身为男朋友的体贴，不错吧？我突然觉得我好幸福哦。傻瓜呀。这样就幸福？你的幸福就那么简单吗？我就喜欢这种简单的幸福。其实我也搞不清楚，一开始我觉得司徒二等于贺天行，后来又觉得司徒二最好不要等于贺天行。我希望你活得好好的，不要变成贺天行。如果我跟他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两个都选吗？我们根本是不同世界的人。不能，他是他，我是我。不要再说我像贺天行，我是司徒傲然，才不是谁的替代品。整个世界要做吗？交谈之前，我想跟你。跟你说，他要跟我说的是，不会真的要求婚吧？天哪！我……没关系。陈坤，我那件事情听起来很严重哎。我等你忙完之后，你再跟我说就好了。我要上班了，我要迟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